即将告别2023年，专家认为2024年影响全球最具的仍是地缘政治因素，但一致看好投资环境将改善，策略上则看好 AI 等产业。现在每一个公司都是下一样的命令，明年所有的 business model 你就是要想办法跟 AI 连在一起啊。台湾的整个 IT 供应链在未来10年会更上一层，但专家仍提醒投资人别忽视逆风存在。现在美国的10年公债利率已经超过 4.5%， 那全球的利率在一个比较高的时点，其实无意着代表说你的资金成本是在上涨中，中国的消费跟投资的动能还是比较缓的，所以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他们自己都有各自的逆风在。本期《远见》杂志归纳统整2024两大主轴7个关键，另有夯股盘点以及投资趋势分析。